先有心理准备。如果你想要吃日本草莓，看到它赶快先下手。来，我先跟大家讲，今天的空运到货这组是谁？熊本阿叔炼草莓。今天的这一组呢，原装是一盒两托，两托来，单托呢是长这样哦，好不好？这样子是单托。来，我跟大家讲，今天的这一组呢，阿炼草莓呢，我跟大家说超级甜，一点酸都没有，因为它本身呢就会有自带一点点牛奶的香气，它果肉是白色的，有没有很可爱？来，今天的这一组呢都是最新空运到货。那因为呢现在快过年了，对不对？距离过年大概一个多月而已。来，我先跟大家讲，很多人都在问礼盒，来，今天要让你们搭配礼盒是什么呢？来看一下，满满的韩国麝香葡萄，今天韩国麝香葡萄也是最新到货。来，今天的原装呢是长这样，来，打开给大家看一下，原装一箱九包，超大串，来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如果你们今天要买单买都可以，好不好？收到一盒就长这样。那我们今天是怎么样搭配礼盒呢？来看一下，今天呢我们这样子让你们扎双拼，是吧？韩国麝香葡萄搭配我们的日本熊本草莓，好不好？数量都是非常稀有。今天呢这样子一组多少钱？只要999。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有没有超级漂亮的爱马仕礼盒？今天让你们搭双拼，只要999，好不好？今天直接上线给大家。来，我们现在呢话不多说，直接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我们的阿炼，好不好？最新空运到货的哦，超美的。昨天就有人在群组问说，今天有没有日本草莓啊，好不好？圣诞节刚过，日本草莓不能少，对不对？来，打开给大家看一下，哇，我一打开那个香气怎么超浓的，超级香，有没有？超美的，来，好不好？给大家看一下，超级漂亮，日本草莓，好不好？来，那如果你们要台湾草莓，可能要下午才知道说会不会有到台湾的，好不好？来，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韩国麝香，有没有呢？让你肆意无框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跟大家讲，甜度都不在话下。今年的韩国水果真的是大量的出来，不管是济州岛的蜜柑啊，还是我们的奇异果，好不好？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有没有收到？就是长这样，超级漂亮的，有没有搭配我们的阿叔？今天要直接上线给大家，这样子只要999。但如果你们想要客制化礼盒，我们今天呢也会陆续开始上很多很多款的礼盒，直接上线给大家。今天要直接上线喽，拜拜。